个是直接绑的。对啊，那我就觉得奇怪了。是直接绑的。我从来都……你看这个头在这边，它是直接绑上去的。怎么这么坏呀、啊？这已经看到那个它的韧带了。哦、天哪！这个应该是被绑几天了。哦，这个好几天了。你看这个它的这个韧带啊，里面白白的韧带。因为昨天我才听到它的叫声嘛，好像发出哀嚎的声音。男生女生啊？这边都有看到骨头了。嗯、哎呦，怪不得它会咬我，痛！我回去缝看看，看能不能把它缝起来。要不然的话，保得住这个脚就 OK， 保不住可能就要切掉。两只就完了耶，它两只脚就不能走路了。这只脚应该还可以保得住，现在是担心这只脚，这只脚肿得比较严重了，然后也都看到骨头，而且这边有一些地方已经有一点坏死了，然后那个骨头都外露了。我回去缝看看，看能不能保得住这只脚。那一只拜托您了。嗯哼，这一定是被人绑的哦。这是人家绑的。可是我觉得很奇怪耶，他们从来都跟我保持距离，可是那个绑的人为什么抓得到？我不。